国民党说这个只提九二，不要再讲共个表。他现在有叫九二共表吗？国民党说这个只提九二，不要再讲共个表。就是，对吧？他现在有叫九二共表吗？他说只要再提九，只要提九二共识，但不要再讲一中个表，他们自己要把个表拿掉。其实就是这样嘛，到九二共识是个英文叫 title， 叫标签嘛，哦，啊，那一个标题嘛，到底里头里面内容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个更奇怪。那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内容是什么东西？他们自己拿掉个表，会不会反而有一点自我？不是啊，就这个今天就是这样嘛，大家都是，所以我很为什么很讨厌标签政治，就这样，就大家都贴一个标签，那问他说里面内容是什么，然后他跟你说我不知道，那奇怪，那这标签要干什么用的？